能给你喝吧。哎，谢谢啊，正好口渴了。嗯，挺好。哎，没看电视呢。嗯，喂。哎，这才对嘛。嗯，看球赛了，看球赛了。哎，凡凡，你这个汉堡看起来挺好吃啊。哎呀，凡凡真好，真棒。郝云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今天一直欺负凡凡。嗯，没有啊，我欺负你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从来没有。唐姐，你误会郝云了，他今天帮我一个大忙，他帮我把前男友的债务还清了。那么大一笔钱，你怎么还呢？那我多有本事啊。其实是用你妈给我那张卡。我妈给你那张卡？对啊。郝丽，你知不知道那张卡是拿来给我们用彩？彩什么？什么彩？算了。怎么了？咋不吃了呢？郝丽。不好意思啊，那鹿晗你和卡里误会了。怎么了？不是你怎么也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凡凡，卡卡，这是我开。哎，怎么办呀？